今儿早上，咱们的尖刀拱在铁道边发现的，身上没有任何证件，然后径自还行了一圈，啥都没有听见，就在前头晃。有印象吗？ 没印象吗？那么走，移民多，流动人口也多，还不敢确定。子昭，你回去啊，查一下移民档案，一旦确定死者身份之后，来这边就好整个调查了。好。李公安，能不能也私房情况吗？哎呀，他这个呀，没有明显外伤，具体要等尸检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。 周边村子都通知了吗？通知了，等他们看完之后，把现场清理了，咱也赶紧回去查一下失踪人口报案。行。哥，死个好汪吗？太好了，死个好汪就行。那也是一条人命。这现在这无名尸，这咋弄？啊？王所长他们这几天把附近的移民村都查遍了，没有人家舍把人丢了。 你看，咱这一片，派出所的告示贴了几天了，也没有人报案招人。刚传着，像是乞丐过来的。啊，看着像，会不会也是来那吊庄的？我和娟子这几天专门跑这事，在村的吊庄户出来干活，没有失踪的。要不咱们再照一照，农场那边还有那个没有字标的吊庄户。哎呀。 我这么大的地方，你想哪闲去嘛？再说你看这天，这惹成啥了？活人来得出，我他们都说臭的。我上赵金潭村的干部啊。我是铁东的，我来这儿很多年了。 我想找你们商量一件事情。啥事情？就是铁路边上那个年轻人的事情。哦，你说的是这？啊，对，我们村也贴了告示。我知道，按理说这事情不归我管啊，这事情发生在你们吊庄的地界，但这是一条人命，也有父母生养，现在人死了，应该入土为安。 说个不吉利的话，要是我自己的儿孙娃子飘在外头遇上个啥意外，可怜的躺在路边，要是有人能给娃盖章席子碰一泡土，也算是老汉几辈子的还不清的恩情了。所以，我们村的人想按风俗把这个年轻人安葬了，行这个善，咱这一方人也算是有了功德，咱的娃在外头。 也会有福报。好，给大家添丝了。哎，大爷，啊，我听明白了。各位叔，爸，你看这个丝这么办行不行啊？ 不管他是不是咱西海过来吊庄的，最后停在咱地界上了，就是咱乡亲。老人家也说的对，要入土为安呢。我是想着，能不能咱们凑点钱，做个棺材，尽可能的把人家给厚葬了，咱在坟头做个标记。如果将来人家家人找来了，我们就指着坟头给他看。 也算是咱金潭村的人记性了，不丢脸。对吗？那可能行了。那行吧。行行行，可以。行。行吗？
德福。王所长。所长。你咋也来了？听说金潭村要厚葬这个年轻人，村里人都感动了，凑了个房子。咋来了这么多人呢？附近的原住户和刁庄户都听说了，都要来送葬，好多人还在路上。德福，这事你办得好的了。你看这些人，有原住户，有新移民，为这个事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心意一致，都成一家人了。不管是移民还是原住民，只要是相处多了，了解多了，矛盾就少了，给咱们以后再来的人是个榜样。这个事呀，做得好。哎，你说这干娃能去哪儿啊？这去那儿也敢回来了吧？哎，他是不是自己不想回来了？德豹哥，啊，这货车到哪？从东往西，是兰州，就是新疆，你还想去哪点？这哈总去新疆了。去新疆了，你这新疆是？你咋知道的？有新疆地图吗？没有省区地图，有中国地图呢。那新疆的各个地区都有吗？详细不？那你就拿本中国地图册，里面有新疆地图，中国各个省的地图都有呢。找我有话说，说呀。村里今晚通电呢。哦，我知道呀，我把学校也通。我不怕你这些年终于等到这一天，结果被我害得回老家了。嘎娃肯定会回来的，咱们再等一下嘛。等不是办法，我要去新疆，把嘎娃找回来。他真的去新疆了吗？你不要弄错了。从穿开裆裤开始，我俩就在一个碗里吃饭，在一个被窝子里边睡觉。他那些心思藏了多少年呢？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你没去过新疆，你咋找？我买了地图册，查了一下，全疆166.49万平方公里。68个县，875个乡，还不算生产建设兵团。这是大海捞针呀！那也得找嘛。嘎娃生姑的命，嘎娃找不回来，叫我姑咋活呀？你去多久？不知道。啥时候找到，啥时候算完。那我咋办？我给你写信。咋的？美玲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我可以不来这儿。新教委的许叔给我找了对象，就在县里，还答应帮我找工作。我也去新疆。不行。为啥？太辛苦了。我没怕过苦。我怕。我会给你写信的。不用，麦苗，行，随你。
我带你去。中你吗？那啥时候走？今天是10号，我哥说15号是闽宁从建村仪式。这两天他没黑没白的忙，我也不想麻烦他。那就16号。成。